大的是我们的木头鱼，哈哈，这个打招呼啊，有猫看美人啊，不好意思哦，原相机呢？ 首先的话，欢迎各位全市的贵宾来到我们山水甲天上的桂林观光旅游，预祝呢大家这几天在我们的桂林玩得开心，玩得愉快，玩得尽兴。开了。 可以过去拍拍照，啊，榕湖的话就是种了百年以上的那个很多的大榕树，珊瑚的话就是种了很多水杉树，啊，到时候我会带大家的话去参观那边那个。一年一次的，紫竹寺三叠三宝，下就预备100年紫竹一位，啊，最后一位中间的三位，三月是谁呢？就是这一位。 Thank you.